不管你在这世间生了好久，混了好多年，没有的一定要灭。为啥呢？妄法嘛，有生必有灭。那是不是在这个妄的里头，妄一真起，那还有个不灭的呀？什么不灭呢？我们的自心体相，相信我们那个性体，就是我们那个真心。我就用真心说啊，容易明白一点。真心是不灭的，也不是生灭的，也不是来去的，也不是一，也不是异。反正文字上不管怎么要吧，还是你那一心。心生处而生种种法，心都没有了，妄心都没有了，种种法也就没有了。说你这个多生的受生因缘，咱们现在只说咱们这一生吧。都是一个月圆而转的了，你来无来处，去无去处，等你明白了你的来处，明白你的去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要回归你的自己一心呢。这个一心又随净缘，乃净佛果度啊，就是净缘呢。乃至你成就了，成就你要对众生上啊，随着众生的眼缘呢，随净缘也没个净相，随缘缘也没个眼相，眼净不存在的。清净佛果度跟这说佛这慧佛果度，全是以体性而起的了，这都是大海中的水泡啊。警戒风、无名风吹起来的，警戒风、无名风没有了，大海平平静静的，还归于原来的自己的体性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要能够这样经常的体会。现在不是生了，在生的过程之中，你又照做了很多的事，完了这事就分别了，什么善事、恶事了，恶事有恶事的道，善事有善事的道，把善恶两个都除掉了一条道，那菩提道，那就看你走哪条道。这些个说甚深了，你从理上去要，越要你越糊涂，你钻不出来。等钻出来成就了怎么样呢？什么都没有。既然的，既然的，但是你应该怎么惯呢？不要从繁琐的文字去找，要从那个，要说是咱们吃菜吧，酸甜苦辣呀，什么味道都有。这个味道那多了，说不尽的。你到这个大餐厅是这样的味道，那个餐厅做那样的味道，一样的菜，做法不同，就是它意味呀。文字里显有一种道义意。意里头含着很多的味道，就像咱们吃菜那些味道一样，无穷。一个字，一个字，海墨书之不尽，把大海都变成面，就写这一个字的含义，你写不完呢，写不完。你要放下了，看破了，不写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到了那个无功用道，常是寂静的，常是寂静的。佛就是常是寂静的，那他度众生
像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的化身，哎，人间八十年吗？他没动啊，不动是毗卢遮那，动的是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是润，润黄归于体，体是寂静的。大润呢是依着寂静而起的，润也是体，润即是寂。这叫得了这个无功用道解脱门，这个门你弱了，无功用道，这叫正法。不管文字怎么繁琐，你说我不印的字，你放下关心就好了。这是我们禅宗的要义，要义。你要么教下就要分了，我说显教、密教，密教还念个咒啊，念个咒要把这个咒讲解起来啊，啊，也是一个咒就能写几本书，那像我们禅宗的身心放下，这个禅你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什么是本来面目？本来面目没有面目，说破了你就不参了。参本来面目，说本来面目没有面目，那你就不参了。假借这个无面目的，无面目在什么显呢？在你现在有面目的显。你把这有面目的把它参到无面目了，你就成了。写个空字，空是一个字吧？那怎么把这空表现出来？或者写了几本书，或者修学几十年，完了你说禅宗嘛，说什么什么都没有，那禅宗语录怎么那么多呀？1700公难。你咱们的楞严经也是讲禅的，楞伽经更是讲禅的，法性经也是讲禅的，本来是很简单，但是你把它放开了吧，就很复杂，收回来呢还是很简单，懂得这个道理了。你看他在这个天王，每个天王里头解释这个，这些都正德的，对，正德什么呢？正德相当等于这个等觉菩萨，等于觉悟了，等于如来了。如果你智慧关照，关照一些众生，就是一些事，一切菩萨都算众生。那是三乐道、六道、缘觉声闻菩萨，都是众生。这种解释是许多法、众法和合而生的，就叫众生吗？观这一切法，观它的法的含义。义理明白了，正得了就解脱，没正得不解脱，不解脱嘛，一切法即应然入世。你解脱了，一切法也应然入世。我说印是不同了，印是不同。这个讲来的呢，都是讲这个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。这个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的，是解释这个
也是这个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一切法不生不灭是哪个天具足的呢？清净功德眼天王，清净功德眼，天王不说了，这是他所修行的，他得知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无功用行解脱门。咱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呢，就是只是这个无功用行不来不去的一个天王。以前咱只标名词，没有讲，每个要讲都如是。前头所有的这个，来这法会这些大众，每一位都如是。以下呀就开始解释，就解释，解释诸天的这些天王。可耐药大会天王。得现见一切法真实相智慧海解脱门，又一个天王啊，一个天王。这是他们所证法的修行的过程，证得的过程。这还是《华严经》的序分呢，四主妙严品呢。这天王就是四主，就是世间主。王者本身就含着自在意，对，就含着自在意。他现得现见一切法真实相的智慧海。现见一切法，现见一法，一切法有一切法的义理呀、现见一法的真实相，真实相就是的义，义是什么义呢？智慧海，智慧海，是观他的义，观一切法的义，解脱了，观法。咱不说深的，咱们说浅的。现在你对你的日常生活，就你每天的生活，你怎么观的呀？你这生活当中哪个是真实的呀？哪个是假的呀？那解释这个啊，先解释它的相，解释相。观嘛，什么来观？用智慧来观。观什么呢？观事实啊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具的事实啊，吃饭穿衣，这都是事实啊，接人待物都是事实啊，那这个事实就不同了，有出世的，有入世的，那就再说是世间相上的四能工商，这不都是事实吗？这事实不是虚假的，但是这是有违法。说用智慧观观这些有违法，有违就是作用意，有违。有违我有违法。观有为法，观有为法的真实相就是真实法，观住法的入实的真实相，这是一种观啊，智慧观。慧观，慧观是理，理呀、理体是真实的四法嘛，说不虚，但是说他那个真实，那个真实不是真实的，这个真实。